不然连两位峰主也挡不住他。对不起，阁主，他太强了，无妨。此人战力绝对超过了圣胎境，也极有可能是九州都未曾出现过的天人境强者。你到底是谁？来，碧涛阁到底有何目的？我此次是为了问新风而来。 没必要和你们这帮蝼蚁解释这么多，接下来你们还有的忙。师父，好几百年没见了，弟子莫无伤向您老人家问好来了。难道他是？阁主，刚才莫无伤说我们碧涛阁是狗，这是为何？其实，问心峰的出现。 早于碧涛阁，碧涛阁的成立，问心峰在其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。这么多年来，碧涛阁先前好几次的灭顶之灾，都是问心峰帮忙度过的。即使是到了我当阁主后，问心峰上也一直有一位老伯在帮助我。直到多年前，他突然死去。什么？竟有此事？ 为何我们都不知道？因为问心峰曾经传下指令，不允许擅自传播他们的信息。曾经有一位长老不小心说漏了嘴，瞬间被问心峰的人给灭杀。阁主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二师兄和二师兄有危险，我得赶紧过去看看。问心峰。 好久不见，师傅，我知道您老人家身体不适，不能见我，但我可是特地为您带了各种补药啊。两位师兄，我们师兄弟一场，我也很想你们啊，就真的不出来见一面吗？这声音是他。 他居然来了，小师妹好久不见，我好想你啊，连你也不出来吗？他为什么不敢走上山？难道是他不敢闯九阴玄雷，所以要引两位师兄出来？ 既然你们都躲在里面，那就别怪弟子逼你们出来了。崩山，刻有道痕的灵石，莫无伤想要用异象手段。不行，我得赶紧上去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莫无伤用的地下手段。糟了，如此强的地下手段，怕是阁主也没法对付。莫无伤是想借此机会破除碧涛阁的地下，众弟子以我为中心聚集过来。是。地灵阵起。 吓死我了！多亏阁主，总算得救了。唉，真是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啊！恐怕这还只是危机的开始。放肆！莫无声，神容，你再次撒野！二师兄，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。莫无声，你这个叛徒，居然还敢回来！二师兄，别激动啊！我今天来。 是为了拿那个东西，居然还真有脸提！为了那个东西，你不惜毒死你的浩伯，还对小师妹下药。这两件事是我的不对，只是这件东西对我有很大作用。望师傅、师兄成全，助我登顶。你就那么想要？为了登顶，不惜灭绝人性，欺师灭祖？师兄，你很清楚。 那个东西是最适合我的，有了它，我才能提升到至高的境界。嗯、
可是我无论怎么请求，师父从不愿意给我。师父对你们如此宠爱，如此偏心，同样是问心峰弟子，师父却不停烧我，折磨我，我看不到任何希望。你懂什么？师父烧你，折磨你，那是因为你神魂不够，需要磨练，否则即使给了你，你也会走火入魔。胡扯，分明就是你们也对那个东西动心，师父故意偏袒你们。我们对那个东西没兴趣。怎么可能？少说那些漂亮话来敷衍我。我们有适合我们自己的方法来修炼，更何况你当作生命看待的东西，不代表别人也会有兴趣。哎，二师兄怎么不继续打了？够了，今天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要拿到它。你不是特别想要它吗？拿去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师父早就说过，是你的迟早是你的，只是你自己一直不愿意相信。就算你被逐出山门，它也是属于你的。你就因为这个小盒子，莫无伤居然做出这么多丧尽天良的事儿？不对，我不可能错。莫无伤，你一直都错。不，我没有错，我没有错。你们以为这样就能破坏我的道心，休想！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我今日便替师父清理门户。灵殊公主，大事如此，你是想还是不想？其实，我就是想把大家都找回来。扫码关注所以文化官方微信，了解更多独家内幕与